罗裙，处处连芳草。他就写，那张曼娟是用一个小故事来写啦。他跟秦海不一样，秦海都是写一篇抒情的散文，秦海也有类似的讲宋词的。秦也可以有兴趣可以拿来看，他们选的词不太一样。他就说，就是有一个女生啊，开了很多的槟榔店，啊，穿点落啊，然后他其实他也不太以卖槟榔为主，他就主要是要看经过的拖拉库的司机。他后来才，他背后的故事是，他是一个黑道老大的女人。然后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大学生，就是高知识分子，喜欢上他。他为了他加入他们家的黑道。还有一天他爸爸就失事了，然后那个大学生就去顶罪，代替他爸爸入狱。然后那时候他们已经爱得死去活来不可。然后他就答应那个大学生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弄出来，然后他会嫁给你。”因为他就因为他爸实施啊，墙倒众人才，对啊，所以后来他就因缘机会之下就嫁给另外一个黑道老大，然后也是过得很不幸福吧。然后后来就过个几年，听说大学生有出狱，然后就失踪了。他就在路边到处疯狂的开那个槟榔摊，然后再看到拖拉，因为他听说那个大学生去开拖拉库，对，他只要看到拖拉库就疯狂的冲上去卖槟榔这样子。啊，最后故事结局是在某个晚上啊，他就看到某辆拖拉库，他就疯狂的攀在那个门上面，啊，他们就把他带走了，他就再也不没有回来。啊，他写的那首词就是“记得绿罗裙，处处连芳草”，啊，就是说，哎，记得那时候的他很喜欢穿绿色的裙子。现在路边看到绿色的青草，就会想起他，就会特别爱慕那些。嗯，还蛮有趣的。我觉得张曼娟的小说跟词吧，有几篇没有完全搭得起来。不过其实他选的宋词我还蛮喜欢的，像这一篇我也蛮喜欢的。哪一篇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这个词的背景是什么？就是晏殊的，就是他后面都有，他后面就是他，因为张曼娟其实是国语系的，他就是他自己，他对那个词的导读这样子，对呀、啊，明白了，我就觉得宋词还蛮有趣，而且他后面有翻译啊，不过我觉得这一篇实在是真的是他的故事跟这个词还蛮有趣的，但是四成吗？似曾相识，我要来我跟学姐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可以念词啊，这首词啊。词应该很适合念吧。花开西沙。花开西沙，北宋，晏殊。一曲新词酒一杯。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好了，刚才录音是不是？嗯，对对。宋词朗诵，好文学哦。宋词发展的还不错啊，像那时候他都讲苏词啊，就苏轼的词。他、啊、因为他的词有一段时间写得很香艳，但他那时候他老婆还没死，所以那时候宋词，因为宋朝他们强调味道啊，就是文，他们觉得文以载道，文章是拿来讲道理的，不是拿来写这种。我爱你，你爱我爱的事情，这种东西，所以有段时间他们就是后代的，他们在评词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觉得宋词一定是别人的仿作，他觉得这么伟大的文学家怎么会写这种艳词？对啊，发现其实不是啊，就是人他就是真的写这些艳词啊，就是比较局限在。不过其实后来苏像苏词里面有很多词的，应该大家都很熟啊，像他的那个苏轼有一首比较熟。应该大家拢听过啊，十年生死两茫茫啊。江城子。啊，对，江城子。哎呦，大家拢会写阮嘞。就是有些词，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词牌名，可是大家一定都有听过。啊、像秦观有一首，应该大家都很熟啊，有什么？我想一下。
好悲，离合悲欢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所以你听到一个，哎，原来这是对的，只是你可能不熟他的词牌，你不熟他是一个准则。可是其实很多词我们带在日常生活中，有直接无用。对，有些词就很有名啊。我那时候是还蛮喜欢的。明白。